还有一个杀人。什么地方杀人呢？堕胎是杀人。每一天我们居住这个都市里头，堕胎有多少？那我听有人告诉我，全世界每一天堕胎超过5000万，两天就超过1亿呀！啊，两年呢？一年的时候5000多万，两年就1亿啊！这杀人呐！啊，这些婴儿到这个世界来，佛讲的四种缘，不是四种缘不到你家来。啊，来报恩的，你把他杀了，恩变成怨；他是来报仇的、报怨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怨上又加怨。啊，他是来还债的。你把他杀掉了，债上又加了命债，这个麻烦大了。今生后世啊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，你怎么会有好日子过？你运气很盛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看着你，不敢惹你；你运衰的时候，他就附你身了。就来找麻烦了，这麻烦大了啊！真正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谨慎了啊，不能有我念。杀盗淫妄决定不能做，这是我业，决定有我果。贪嗔痴慢疑是烦恼的根啊，一切恶业的根本，我们没办法断，至少我们要把它控制，把它降温。啊，一定要把欲望放下。欲望是缘呐，欲望放不下，贪嗔痴慢疑五毒就会现前。这个东西现前，就会造杀盗淫妄，就造业。啊，有意无意都在造啊。